它是桂花。这个麦片，这是原料的桂花。可不可不辣？辣不薄，我感觉没，稍微干点儿。这个辣不行。这个汤倒出来得放个面，不放面它要保留这个汤保到这个面里头一化，它汤随着那个树捏的缝子烫了，这掺着面，这个面一浮它都不能再烫，不能再留了，就是掺着面。张飞的，张飞的，我给你们看看，三角，三手指头一捏就行了。看看，张面多了它不烫，要不张面它都随着这个缝了，这个烫都烫了。这出门打工的也可以搁外边，也可以帮忙试一试，也管那嘛，管整，看吧。面糊多了捏不住，这个手掌的面糊，这叫做三个角的馍。碎点粉，地子放着啊。这个蒸馍的，这个蒸发面馍必须在身上手艺，不身上手艺它丢地子。像这个手艺啊，它都不灵了。好了，这就行了。三角桃包已经蒸熟了，现在非常烫熟，再等一会儿。太烫了，看一下，看这烫也不烫出来，这长得有面。这是蒸熟的汤包，看上去挺好吃的。看，你看，红汤。这都不会外来的，长有面里边。大家好，我是静静，今天我妈给我们做好吃的呢。
再做炸丸子。走，我们看一下我妈都备些什么材料。这腊肉不切碎一点，切点葱，切点菜鸟，给那个番茄给它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是泡的馍，炸丸子泡的馍，炸的丸子比较暄和一点，好。镜面不然炸的，这掺馍挺好。尝尝味道，炸个鸡蛋，炸个鸡蛋。这馍泡的下去，泡的面，泡成碎一点叫做面，给它面揣里头。这么多炸丸子，这好吃炸丸子。炸丸子不要面，不要弄的糯的很硬，很硬都炸的丸子结实。越这个越让炸的丸子越好越鲜活。妈，你这油可管嘞，看看，管油非常的小，多少油这非常的小。你说要叫油少，干的肯定那都不然，就炸的也不行，把你烧那空压的火，就炸的很油。就看那个油，看远远跑远远跑就关了，别折腾了，别着急了，这就完了。一开始就得糊了，最后就得用水催糊。姜烧的锅可以吧？可以。然后糊了，锅别烧的大，慢慢的细锅烧。这锅不关？关，这都不要钱了，还关了呢。那我不钱了。不要钱了。老出锅了。炸肯定是糊的，炸的这样正好，看放上面。控油的。这掺的菜啊，炸丸子好吃的。菜也不能做的太碎，反正也不能太大。这面有点大，反正你这个大一点，我也是这个。热腾腾的丸子已经出锅了，妈尝一个吧，看好怎么样味道？还行，外边焦，里边脆，挺好吃，还挺漂亮的，看着光亮亮的。如果大家在家的话，也可以试着做一下。如果有哪里不明白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，我们都会回复的。今天视频要不就先拍摄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炸的丸子，那个多多的关注我们。谢谢大家，明天见。